那卡乡农会为了要促销在地农产品，已经举办好事发生农村社区小铺营销农产品的推广活动。现场大卫人气买气是强强滚。该馆长参选人王章良致辞的时阵，唔那是大力推广在地优质的农产，并且把握机会和大家博感情。借着这届活动吼，会当和咱的所有的农产品吼，来伫咱的各个阶层吼，拢会当来接受到咱六家乡的农产品啦吼。我想啊，农产品啊，上好就是地产地销吼。啊，啥物叫做地产地销？就是在地生产的物件，啊，会当透过营销的方式，伫这个所在就会当卖掉。啊，我想啊，这大家足清楚。啊，一方面会当减少啊，这个所有物量。啊，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剥削哈，啊，所以我想这是啊一举两得啊，所以今天的六家农会透过这个啊，这个行动小铺啊，啊，透过地产地销啊，然后有一挂临时的农夫市集哈，啊，然后会当在这卖一挂物件，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方向。六家乡是农业产地好所在，尤其是伫少年总干事陈佑华带领之下，用心来营销六家农业产品，吸引本地乡亲和外地游客来这消费。未来该馆的农产品，麦当加油推动农夫市集，提升当地经济效益，创造出生产者、消费者双赢局面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